你非常享受在他面前乞求爱情，是吧？偶尔能够给你一点好，就像恩赐一样，你就会心里很舒服，是吗？也没有，我就觉得他……有男人追你吗？除了他之外，有。有比他优秀的吗？有。为什么不选？我就觉得他对你哪儿好吗？他刚开始就对我……对，刚刚已经说了，不要老说刚开始。追一个女生的时候，既然要追，当然要好嘛。对你不好，怎么可能追到你呢？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说话比较直，没有那些花花肠子。哦，对，是比较直，就是明着告诉你，我不要你黏着我，你这个没用的人，那么懦弱，你不觉得他那种直白对于你来说是一种不尊重和伤害吗？是啊，那你还喜欢这种直吗？我觉得他可一能个不爱敢。人对于你不光是要直要真，关键是还要真诚，这点诚意是对你的尊重。你说呢，男生？你内心是对他有点小小的自卑的，因为从外表形象上来说，他的追求者一定比你的追求者要多，所以你百般的打压别人，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。你哪那么多脾气啊？自以为自己是那个爱情的主宰者，自以为自己有各种各样的优越感，但其实你除了在最开始对他好之外，你后面你付出了什么呢？你从来不注重他的感受，你只注重你自己的感受。你只顾着自己发脾气，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。这个女生从上台开始到现在为止，她基本上脸上是没有什么笑容的，因为在这样的一段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，你不断地以否定她的方式，让她没有存在感，而来表现你自己的存在感。她没有生活的自信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走啊！不走的话，那我只能说你很享受。如果你享受，那你就留下。但我认为，一个人不管是爱到深处还是情到深处，始终希望自己的爱人是懂得欣赏自己，懂得理解自己，懂得尊重自己，就这样。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多照顾我的感受，像那时候刚追我那会儿，能对我好一点儿，然后说话不要那么难听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挺乖的。很多事情可能确实也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性格的问题，我以后肯定会注意这些。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。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多陪陪我，发信息你要回。哎呀，谢谢老妹啊，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啊。来吧，下面他们要做自己的选择了，请开门。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你有什么想跟我讲的吗？你以后肯定对你好。今天虽然我们都不看好你们，但如果你们觉得这段情是真的，你们就好好的去呵护这段情。祝你们开心，好吗，姑娘？来，好好把握吧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